下雨了，但是我现在要跟朋友们去波特兰玩。我们这一次就是两天一夜的行程，先去波特兰，然后明天会去雷尼尔雪山，就在西雅图那边走路去美国了。我们要走喽，耶！看看我们今天要等多久。现在在边境这里，然后排队要排巨久，我们就下来逛一下免税店。这边有个超级迷你的免税店。Good morning. Morning. So cute. 这免税店可以买酒，真的很便宜哎！你看，两瓶波露给才51，而且是这种大瓶的。骷髅头的这个。我们去排了一下那个免税店，然后就不用排很长很长的队伍。只要低消15块就可以少排一个小时的队，还是值得的。对，我们今天三个人出来一起旅行，主要是他们俩带上了我，我就是一个蹭车的，还有灵魂，是会说话。我们现在就在这里排队去美国，然后这边是加拿大和美国的边境，我们现在在过海关。How do you know her? I'm her fans.Yeah, we're friends. We're friends. Yeah. 刚刚那个海关的人很可爱，然后他就问我们很多问题，主要就是问我们去干嘛的，只要告诉他去花钱的就可以了。应该都很喜欢，而且他大家去花钱。应该好像是不是过海关不能够录视频啥的？对。他问我们是不是那个 vlog 啥的？对，他问我们是不是 YouTuber， 然后我就跟他说是的，是的。其实我们的 YouTuber 根本就没有什么粉丝。叫什么名字？对，我们来加油了。看一下，美国的油价，正常的是5.5一个。加仑，但我不知道一加仑有多少哎。376升。好的，它的87就是国内的92，然后89就是国内的95。我们已经开了有5个小时的车了吧？早上11:30从我们出来的，从这里开到波特兰，然后加上过海关就要6-7个小时，晚上才能到。现在就继续出发。熟悉的地方，我最最最早开始剪 vlog 就在这个地方。一个位这个手绘推荐书单真的好可爱啊。他们今天晚上好像有个什么活动。From the moment Mayor Ashmal Rothschild and his sons emerged from the Jewish ghetto of Frankfurt to revolutionize the banking world, the Rothschild family has been the target of myths. In Jewish communities, especially in Eastern Europe, the Rothschilds were a beacon of aspiration.
They were the family that you had to clean up your modest home because a Rothschild might come to your door. I mean, probably not, but hey, you know, every Jewish mother can dream. 给杯子装的。我来装。天哪，这好可爱。Oh my god, 这也太可爱了吧。这木头的。哇，这也太酷了。这真的很棒耶，太好笑了吧，打坐的蘑菇。来来来，喝水。讲一下为什么我选这两本书。你真的是一个专业的。没有，我买了两本跟那个 First Nation 相关的书。嗯。一本是讲他们的那个图腾柱，然后一本是讲的是他们的神话故事。然后买了个冰箱贴，我到哪里都想买冰箱贴。我们来吃这个披萨。里面有人。他们家的披萨。哇。感觉好好吃。真美。说走就走了，不行。Walk upon a tea tree.还得回归中国味，咱们就是得吃螺蛳粉。快乐，来看一下我们的早餐。他们家早餐真的可以啊，有很多东西，各种不同的 cereal， 炒鸡蛋、面包，它这个好多面包啊！看，我第一次吃到美国这边的这种早餐，有这么丰富的。哦，你可以自己做 waffle， 看，你就从这里接它的调好的面粉。典型的美式早餐，这家真的是我在这种连锁酒店吃过早餐最丰盛的一家。公路旅行第二天，开始啦！是的，现在才7:50呢，我们准备7点出门了，多了50分钟。没事，我们吃了一顿巨饱的早饭，然后现在要开车去雷尼尔雪山。Today, and I'm trying not to pull out my hair. I'm trying hard to grow it, but I'm far too shy to show it back there. That is probably why I like wearing hats. There's no denying I'm deferring the facts. Avoiding confrontation lacks tact in a situation. Behind every line is a lesson yet to learn. But if you asked me, the feeling that I'm feeling is overwhelming. And oh, it goes to show there's so much to know. 来看看这个满天迷雾。今天就是一迷雾森林的徒步旅行，啥都看不见。每个恐怖片的开场。对。不能带枪，现在迷你路。我们在这里，这个就是雪线，就冬天这里就全都会下雪，然后这边就会关掉。山里徒步，其实什么都看不到，就是迷雾，但是你会觉得山里的空气超级清新，就很像在做面膜一样，就身上都是水汽。哇哦，走在迷雾森林里。雪
游客中心看起来现在也很像美国恐怖故事。小小的走了一圈，我之前来过一次，阳光灿烂的时候这真的很漂亮，然后现在就只能随便看一看。现在走去找瀑布的路上，nothing